各位好，Fredbear 灰熊。Amy 有传一张照片啊，它是直立式的，就是是 iPad 是横的，那这直立的。那我们来比较这两个截图啊。首先就是看到照片以后，你要先思考，如果明度的对比例啊，大概是这个暗面跟这个暗面跟这个亮面加起来的比例，大概是3:1，所以它做出来的交界，你到最后只看到一条亮亮的，它这样子它的。这个交界力量就不大，那怎么把交界力量变大？那就把它变成横向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看，明暗的比例大概各1/2，但是这会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刚才我们纵向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很深远的这种长长的空间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那个空间的味道走回来。那空间的味道就是前大后小或遮挡或什么。哎，很不幸的，这个地方都没有这种前大后小，也没遮挡，连唯一的这种遮挡啊，也非常不清楚。但是呢，有一个接这个叫做，可能就石板或木板的这个路啊，它有几条阴影。那这阴影的密集度啊，从这边比较密，然后越来越宽，越来越宽。哎，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素材，我们可以拿来使用，来形成空间的伸展。所以空间的伸展呢，我们当我们找到了以后，我们就要想办法让这个地方突出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，我们通常看到不是明度问题，就是 edge，就是色彩。可是呢，很少看到是空间的问题。那空间的问题，我们可以借由三者去形成这个空间呢，把它解决掉。怎么去解决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明度的对比啊，这个木板的这个通道啊的明度对比加大。让它 H 变强，而更吸引人。也就是说，视觉的留停留暂停暂时的停留，大部分会在这里，那因此空间就会形成。第二个呢，我们既然要形成这个对比更高，意思就是这边更亮，然后是更暗。那我们还有一个方法，就如果木板都没有，都维持它一样的大小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让它对比升高？对了哈，就是把这边变暗。然后呢，这边呢去做出这个色彩的这个溢出，意思就是说，这木板呢，在某一个部分呢，有个光线呢，跟它这里的这个明度相同或者色彩相同，那使得这个木板呢就不会那么僵硬。否则你整条木板都把它画出来的时候呢，就会像楼梯一样，好，那就会很僵硬。那再来，我们就考虑到这个吸水的问题。这吸水呢，我们原本是绿色跟红色，所以。基本上它颜色的对比色，互补色啊，就是非常强烈，所以呢，这要珍惜这块长长的这块，算橘黄色的这种色调。那我们要让这个橘黄色色调，凸显出这些绿色的树叶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橘黄色的色调呢，稍微做出变化，啊，从高彩然后一直倒灰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心里就知道了，所以我们要改变的哪些东西呢？啊，有色彩，有 edge，有明度。好，我们来开开。我刚才呢，先把这个稀释剂放上去啊，那你注意看啊，这边是留空白的啊，这是我们准备放色彩的地方，然后我要把它刷出去。那要刷出去呢，所以先决条件就要。先让色彩哦，暗面的颜色先存在这里。所以你看，我为什么要画这几块，而且让它流动，而且要趁它流动的时候，我要去刷它。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地面的暖色放进去，然后慢慢呢形成冷色，再越来越远啊，然后就形成冷色。同一支笔啊，我都没有换笔啊，那这样的话，你的色彩呢？你沾到的颜色呢？你看有一部分会融在这里，还蛮好看的哈。这里都没有沾到白色啊，所以你在打底稿的时候啊，你要特别注意，你不要让你的这个色彩啊沾到了一点点任何的白色啊，否则它就没有办法形成像这种。你看，我们把明度变暗了哈，这刚刚我们设计里面讲到的，我们要把明度的对比变暗。刚才那个影片呢，你可以看到，
完全是高彩度的色彩，刷完以后呢，有一些穿越过去，有一些穿越过去，然后都是什么？原来的色彩这边先厚涂涂完了，最后一笔带过去而已，最后几笔然后带过去。刚才我做的几个动作，第一个就是把这个明，这个高彩度，应该不叫高彩度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把明度对比的部分先做出来。因为我们刚做了一个这个交界以后，暗面都已经开始流下来了。那这个水呢，它如果你没有再去擦掉，它会一直流到这里来。你各位可以看到一些痕迹，但是呢，在还没流下来之前，我们先把这个的暗面先做完。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。木头阶梯的这个前面的暗面，那我们只是要留这一块而已，所以待会我会去有一些暗面。那在还没雕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光的这种照射下来的那种交界，我们先把它做出来。做出来以后呢，我们再去把，因为这边都是完全干的，所以你可以上这个这个绿色、翠绿色的这种透明的水，啊，这样会很好看。刚刚画的叫做重复性 H 哈，它这个是一个重复性，所以实际上视同一个块状的一个空间。这种块状的空间呢，你要有一些 H，你要让它特别凸出来。比如说像这一块的暗面，你需要做一块啊这样子，让它好像这两个界面有相关，就是重叠，然后产生空间。你知道吗？遮挡是最容易产生空间的。我们现在就做了一个遮挡。那因为明度一个亮一个暗呢，就很容易产生遮挡，啊，瞬间就告诉人家说，哎，这个叶子，这前面的这几些叶子，因为笔触，你看，包括笔触的不同，包括形状的，明度的不同等等等，它就产生了一个前后的空间的一个表达。你们刚看到我在雕刻这个部分，这是暗面哈，这是水，然后这是河岸。河岸呢，你只要跳着雕，你看啊，这里比较深，比较浅，比较深，比较浅，比较深，比较浅，所以它充满着空气啊，意思说这个是这个河的沙岸哈，这个岸它是弯弯曲曲的哈，有凹进去，有凸出来。那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因为这个是一个空气。哎，因为你风吹应该都是相同方向嘛，哈，所以你笔触不要来一个交叉，来一个交叉或者涂来涂去啊，那就不会有那种空气的感觉。我们刚才说要创造空间，其实我们刚刚点上去，就是因为这里的黑跟白有没有个对比，所以我们就特地的加上一点白色，啊，让这个白色的柳条啊吹到黑色的暗面的前面，那这样很容易就表达出空间的一个效果。所以你看这一条一条的，那其实我们就是刚才做了，就准备让这个空间呢能够呈现它的效果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刚才在图片分析上的空间的效应。我现在画的就是所谓的我们常常在讲的树洞啊，树的后面有光线，这个叫树洞。那这个树洞啊，你要有个技巧，就是你要顺着这个粗的树干去的跳着雕它的树干啊。比如说这是一个树干啊，跳着雕，好，跳着雕。那你知道吗？越上面光线一定越多哈，所以或者越旁边越多，所以你旁边的光线呢，像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多雕一些。好，那待会再覆盖回去就好了。你会觉得现在好像雕起来都很僵硬哦，
因为每一条线都好像是你事后再放进去的嘛，所以它就会很僵硬。可是如果我们待会再补一些树叶啦，或补一些有的没的啊，树枝啊这些，它就会马上呢，你就会看到，哎，它蛮自然的，因为覆盖的效果使得这个空间呢，它就会产生。我们待会儿要做这些步道哈，那你可以看我怎么样让它对比跳出来，一定要旁边暗一点嘛，好，那显然这里不够暗的地方呢，我们开始逐步把它加暗。啊，这样加暗的话呢，你就可以隐约的已经开始看到一个步道，那这个也就叫做我们平常在说的雕刻，那这个颜料呢，你就雕进去一次就好，好，不要再拿回来。各位啊，叶子怎么办啊？叶子过去就过去了哈，你要考虑到你后面的这个色彩的统一性，不要拿回来啊，我待会再去补啊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的色彩它就不会有一个渐层的效果啊。那我们现在加了一点点白色啊，那这个暗面它就会变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在相邻的颜色的地方，所以它就产生了一个这个的效果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把这个白的部分呢，填在这个部分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空间要过去了，好像湿地的感觉。接过来我要画这个步道啊，那步道我们知道步道的。这边的暗面已经做完了，那现在就要做这边，所以很明显的，你就从图上面看起来，这条线应该是大概是这样子哦，从那里到那里啊，从这里到这个点，所以呢，你要怎么做呢？你就先把这个铺到了暗面，啊，用跳着雕，啊，跳着雕就可以了，这就这样雕进来，啊，雕到后面的部分呢，越来越暗啊，所以你要加一点点黑色进来。啊，让它形成一个空间。连各位都还记得我说中远距离哈，这就是中远距离，所以你的黑色就要放在这个某个部位哈。这个至于哪个部位，就是自己的决定了哈，这就是叫做艺术家的决定，artist choice，OK。所以我们这样做完呢，它就会布局好，待会儿要做的走道。这个步道要画得很精彩，你就必须要有这个深浅啊。那画到最后，你没有办法用笔了，你就可以用画刀，啊，用一条线啊。那记得把它拉到跟你的，我是用 iPad 啊，跟你的画面上的那个平行，然后你慢慢的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那它的空间就越来越远。没有颜料了，再回去补哈。没有关系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画到，比如说像这样啊，一条粗一条细，或者是就好像不平了。它最主要你只要这个线条大概都是这个方向，本来嘛画画就是要有一点点的这个人的味道在里面，啊，这样的话你处理起来才会好看。好了，你看我们现在即使什么都没做，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步道的暗面。除了这两条呢，线条比较近一点以外，那我们其实待会儿用亮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解决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这个空间已经形成了。在使用画刀的时候。你们会有时候会有这种现象，那就很大一坨，对不对？你就把画刀跨在你的亮面，然后推上去，然后这暗面把它带开，啊，这样就可以免除这种尴尬的这种一坨的那种颜色，看起来不是很自然啊。那其实像这样，我们是按量来回做，所以你会可以看到亮面呢，它永远覆盖在暗面上面。所以你再推回去一点点，比如说像这样的一块，你再推回去一点点，那就会像一块木块所挡住的这些暗面。